天空飘着绵绵细雨，八家将拿着道具在路中间卖力转圈跳着，许多民众在路旁围观。不过后方却有一台电动车直接穿越人群，要通过路口。另一名站在旁边的八家将马上冲上前，要拦下电动车骑士，不断把骑士往后推。旁边的工作人员纷纷上前关心。远景见状后，也马上挡在骑士和八家将中间，就怕两人会不小心发生冲突。6月2号，台北市士林天母地区的两间公庙联合举办绕境活动，公庙有在周边申请路权封路，而电动车骑士却直接骑进活动区内。身穿黄色雨衣的八家将为了避免骑士影响活动，才会上前拦阻，而旁边刚好有进行安全维护的远景，看到之后马上隔开双方，及时化解冲突。东森新闻地方中心台北报道。